怎么了？你干什么呀，段嘉许？你叫我什么？不是你刚刚干什么呀？我们俩现在的关系，你叫我段嘉许不太合适吧？我刚刚根本就没有睡着，我知道你在干什么。哦，原来你没睡着啊？那我刚刚干嘛了？嗯，你说来听听。过来的，小声点说。嗯。再过来的。你说悄悄话。我也不知道做了什么。还有这种好事呢？虽然我刚才是做了那样的举动，但是不代表我对你有那样的想法，明白吗？就是没同意。不代表对我有那样的想法，那就代表你刚刚在耍流氓啊。那也是你先耍流氓的。哎，你这意思是说，以后我做了什么，你都会跟着一起干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就你以后再这样的话，我就跟我哥说。去说吧，告诉他，反正我们俩迟早都要公开的，这事儿早点说好。我还没同意呢。被我洗脑成功了，嘉许，别看着我，嘉许哥，我们还是回去吧，你在这我根本就上不了课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学长，我叫王林。学长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未来生涯计划。好，虽然说现在给你们讲这个主题还过于早，你们才大一，但是吧，我觉得有备无患。左边，往左，往左，对。哇！怎么了，于心？快看，什么呀？懒散的老哥哥来陪他上课了，你看。真的假的？对呀。哇！太招摇了吧，这样。不行，是因为他前几次割了嗓子，所以这次他特意来补偿的。这种在大学里散步的感觉，还挺不错的。你大学的时候没有散步过吗？我不散步啊，又没人陪，散步来干嘛？那我哥不陪你吗？你哥陪我散步，我就那么想不开啊。回去告诉他。那你要是喜欢散步的话，今天可以陪你多走走。全强加油！要不要去看看？好啊，走。加油，陈强，加油！吓我一跳，你们也来了。嗨，同学们好。你们也来看打球赛？他说他想来看看。来看车架。为什么我会这样？一直期待一个人的出现。小三，你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男的。长得帅，成绩好，就很有魅力。又帅又有魅力，我感觉他也有一点喜欢我吧。很喜欢。你太幸福了，不
不是所有人的暗恋都是双向奔赴的。但是他的家庭你了解吗？你知不知道他爸是个杀人犯？那家许，你们家目前这个情况，那还不如分了比较好。你追谁不行，你追我妹，你有没有点了解？对不起，上台。为什么要打他？我为什么不能打他？就因为我喜欢他，所以段嘉许他做错了什么？我是不是真的年纪大？为什么我爸妈都没了？只要有我桑稚在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段嘉许。你能不能相信你自己真的很好？你能不能永远跟我在一起？我才发现我从来不是独自奔跑，他也在努力地奔向我。你不是说过吗？所有不好的事情过去了之后，剩下来的就都是好事情。所以，准备好了吗？我有一个朋友，喜欢他哥哥的朋友，后来他就放弃了，但是最近他们又遇见了桑稚。感觉你对我有意见啊，小朋友。不喜欢你叫我小朋友，我已经成年了。你这个朋友他在纠结什么？他在纠结那个哥哥抓紧了，是不是一直都只是把她当妹妹？看看我，像不像你说的那个中央空调？喜欢吗？之前不都是说是妹妹吗？还真把我当你哥了，那你帮我暖暖。我们不太适合。现在确实不太适合，毕竟也没个名分。所以我想问你个问题，我能追你吗？诡计多端的老男人。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，你可别想耍了我。段嘉许，我真的跟你在一起了。